啱先你攞咗十大叱咤嘅第二位，多謝多謝。有史以嚟攞過歌曲獎最高名次。係啊，幸福嚟得太突然。當時在台下邊嘅時候，都一直以為啊應該冇獎㗎啦。咁啊，突然之間喺第二位嘅時候，嗌咗我個名出嚟，咁啊，好似發夢咁樣。咁啊，今次都算係近期演出最緊張嘅一次啊，係啊，因為估唔到。但你本身 expect 自己係攞到咩名次都冇啊？其實我原本就覺得可能是在六七位的地方的，咁啊，跟住後屘過咗咧，可能原來應該冇啦咁樣咯。咁但係峰回路轉，好開心。會緊張係咪因為冇即係已經冇啦？因為你過咗六七位。係啊，會緊張就係因為真係都覺得應該冇啦。咁唔緊要啦，係啊。咁但係就突然之間嗌咗我，跟住我就哇嗰下個腎上腺素即刻就飆升，跟住個心跳得好快咁樣，係啊。會唔會多謝漏咗邊個喺台上面？嚇？會唔會多謝漏咗邊個喺台上面？多謝漏咗，應該都多謝曬噶啦！多謝咗叱咤，多謝咗公司，多謝咗製作嘅單位，多謝咗 fans 們，多謝咗富二代，係啦。應該冇漏係咪？應該冇嘅，應該冇嘅，係啊。轉有嘅我夜啲喺社交媒體度補翻，係啊。但係攞咗咁多成績，即係下年我哋可以睇到你有機會衝擊到第一位。平常心啦，係。但你問我衝，你問我想衝擊，我當然想衝擊嘅，但係做好自己先啦。做好自己先。係，同埋都想問翻啦，即係除咗今日出席叱咤之外，你有冇留意到今日都有啲短片出咗街，係講關於你嘅？咩短片啊？熊仔同你 say sorry， 因為佢話為咗 view 數就將你拉落水，但係其實佢話傷害咗你，所以佢同你講 sorry。嗯。Santa。所以不是接不接受，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，因為我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。不是，就是說其實這件事是他好像是利用了你，令到你覺得是你做了第三件事，就告別 YouTube 了，然後就因為你之前就跟個女仔在超市約會，她就說覺得好像沒有澄清，然後令到外界誤會你是第三者，她就鄭重向你道歉，你會不會接受她這個道歉？我呢啲我就唔回應啦，因為畢竟件事已經過咗啦，咁同埋我都冇擺到喺心入邊，係咁有得利用嘅都好啊，我都起碼有啲利用價值。咁我覺得，又真係以目前嘅成績嚟睇嘅話，又真係冇影響我音樂路上面嘅旅程嘅，係啊，咁啊，遺憾係超市未揾我做呢個廣告或者代言人。你自己係咪都好想做超市代言人？見你咁中意 shopping。雖然而家已經冇乜點行噶啦，咁但係如果有呢個機會咧，咁都係好嘅。係。OK。好。Thank you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